大，嗯，这不是讲腿啊？诶，这其是咧发伊咧，捶咧讲诶，句呢？哦，这代表什么？心破。哦，心破。嘿，那边讲切，喂，呜！你想到啥？包青天，是不是？哦，这就教大家讲哦，人生哦，早晚拢有心叛啦，早晚的啦。 那、啊、不是今仔叫做明仔载啦，毋是今年的明年啦，毋是毋是死人就是死了好不啦？绝对拄汝会对，吼、哦，汝用心一定会即句话吼，今年偌久进前讲的汝知哦？圣经讲这是阿东第七代的孙，叫做伊诺哦，伊诺哦，讲伊就捌讲过啊，伊就捌讲过讲，将来上帝会带着。 千千万万的天灾来到即个人世间，然后呢，进行一个末世最大的一个审判。审判两件代志：第一件代志，审判足贼足贼无虔诚的人，因所讲诶真夸大诶话；第二件，审判足贼吼，歹人伊所做只会互上帝足生气诶代志。审判这两项，今日圣经足清楚，甲咱讲安尼。 最亲的朋友吼，你有相信审判无啊？早晚有审判？即、这个世界有真理无？有啦。吼、哦，就较早吼，电视节目吼，有一个节目叫做《法网》啊，讲法网恢恢啦，就是讲法律吼，你做歹人哦，咋办？你用你也对啦。啊，若要讲到即落司法的案件吼，若中国历史上上出名什物人？包青天吼。哦 开封有个包青天，哦，铁面无私编总监，哇，有无？正出名哦！历史上真正有即个人，这是真嘞。而且有的故事是即个编剧编出来啦，哈，但是呢，有的故事历史上记载是真嘞。我今卖来讲一个是真实的哦，就是真正有包青天即个歌，而且呢，伊是真正足聪明哦，足够心判而一个歌。 著是呢，有一日吼、哦，迄阵吼，伊咧做工诶时阵吼，有一日有一个农民讲，大只啊，大只啊！”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包吼，讲吼，阮兜一只牛吼、哦，毋知啥物人吼、哦，甲偷挂机啦，佮挂诶机啦，啊，包青天讲，那有人遮无聊啦，啊，包青天一个新闻上讲，这应该是有人甲伊有冤仇啊，哦，一个正常诶人讲。 安尼要安怎啦？包青天讲安尼无法度啊，安尼无法度啊。只好之后呢，你即只牛你甲抬掉，牛抬死了后呢，你家己留咧食，啊，剩咧食袂了吼，摕去市场卖。啊，即、這个农民讲，但是大人啊，咱官府有规定，哦，咱皇帝有规定，讲袂当私底下乌白杀牛。哦，迄个时阵政府有规定哦。 哦，迄阵农业部都管真严，管管真严啊啦。哦，伊讲袂使随便杀牛，啊所以吼、哦、我唔敢杀包青天讲，哎，你来遮讲啊，但是我叫你杀，我上大，我叫你杀，你唔免惊啦，你杀就,就对啊。哦，你那牛抬落吼，虾米人挂只只牛的枝吼，我都会抓到啊。讲啊，那有种代志。 啊！我牛叫挂子，啊！你怎么叫我抬只牛？你讲我牛若抬对了后，你就知影我牛诶子，虾米人挂诶。啊？包青天讲，啊，若无我个叫做包青天开玩笑，嘿，恁乖啦，放心，你著照做啊。结果迄个人真正诶哦，迄一转顿哦，抬牛，啊抬牛吼，啊马吼，摕、啊、去市场阿那边。 第二天，一太，迄天等于太牛对不？第二天，多、就是、一个人来去搞包青天，咪头先讲包大人啊，包大人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哈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哦！阮厝边隔壁哦，有一个人吼无守法，无遵守法律，哼，伊哦偷偷啊太牛，我来甲你告密，就是阮迄个隔壁，伊咧偷太牛。 敖青天公，我看唔是伊偷胎牛吧，是你偷偷啊割伊个牛挂子吧？”哼、嗯，哪里你你还认？哪样、啊、呢？敖青天公，我这部叫做鹰爪出洞啊！伊个胎牛是我叫伊抬啦啊！因为我知影你这个人哦、啊，你就是要个陷害，你顶家有冤仇，所以你偷偷啊割伊牛个子啊！” 然后伊也看讲，哇，即只牛无饲啊，啊，无饲法度食草啊，啊，即只牛都无路用啊，啊，所以可能伊都甲牛台死啊。伊若太牛你，你都咱甲过。伊若难甲过诶时阵我得甲判刑。这一就是你诶目的，是毋是？啊，大人啊，大人啊，你若会拢知、嗯？啊，无法叫做包青天来叫见你啊。啊，你叫是我包大人是包、啊，是咧包窑主诶。呦，你开玩笑。哈、啊，来来来来，都、就是你叫知，是我唔知哦，全破案。哦。 所以，这是真的。历史上有记载这段，就是你讲到讲包青天这个人，在咱历史上足侪足侪贪官污吏吼，足侪足侪无认真做官的人内底呢，真正有七号人物是认真做官啦。啊，所以这是百姓的福气啊。所以你加想看卖吼，人生有足侪是非恩怨吼，若、哦、无一个包青天，若无一个新盘的主。 那无人甲你做主，啊！那无人啊当甲你断是非，你讲即个世间你是活掉，是毋是真无助？你是毋是活掉足委屈？你是毋是活到足艰苦的啦？讲哪会安尼啦？最好佳在，最好佳在有一款的人，虽然毋们才做歌。哦，做一首歌讲包青天。哦，啊，伫下连续剧一个 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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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n 有够济集边啦。哎，我细汉时阵嘛捌看过呢，逐个我爱看呢。 老个少年呢？但路孬有拢足爱看呢，是安怎？迄叫做伸张正义嘛。啊，是安怎咱来看一、這、下、個，因为现实个生活中都无即款人啊。现实个生活，咱体验的是不公不义，是无公平，是偷家欺负新罗，哦，是新罗欺骗偷家拢是安尼。哦，阿阿某之间真济恩恩怨怨讲袂了。哦，啊，爸母饲囝饲个气勃勃。 啊！囡仔叫爸母教教嫁嫁咧，歹情情吼！啊，反正所有人拢咧无快乐啦。即、這个世间都是一个无完完的一个世间。甚至有时阵，你会感受到即个世间是一个无是非的一个世间。甚至你会感觉讲，即、這个世界是无公平的世界。有刚刚你会感觉讲，即个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。世界敢若亲像是悲惨的地狱啊！虽然伫美国即个好莱坞。 好，演一出叫悲惨世界啊！就是因讲这个世间是发生足侪足侪，让你无法度接受的代志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你若无一个观念，讲早晚有心判，你真正袂得过。暗时你困袂去，敢那气你就气死。但是圣经内底讲啊，圣经讲心判足乍一来就存在。其实你若看圣经的人，你就知道。 审判真正足早都有存在啊！挪亚的时代都有啊嘛，哦，挪亚嘛，哦，挪亚时代都是世间人做足侪无好的代志，所以上帝专用大水将这个世界淹掉啦。想讲啊，丁来丁来丁来，太乱啊啦，未纠结啊啦，哦、喔，咱几个拢总丁来啊啦，所以上帝将世界毁灭。其实不是毁灭，是重建。 是上帝要互即个世界一个机会，搁对头来，看会当更较好无？好，但是上帝互咱机会，咱都无把握啊。所以人类历史著是一个审判诶历史。逐摆咱也做毋到代志，上帝用伊诶怪伊诶腿，伊会给咱管教，但是常常咱啊不服伊诶管教，咱毋穿伫关格中间过来回头。所以人类历史诶悲剧，一直滴演，一直滴演，啊，愈演是愈歹看啊。 越是越凄惨，因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啊，贫富不均，全世界的钱，拢互足少所有人拢总趁了了，啊！即这赚了了人，伊也唔提出来甲咱分啊。所以即个世界变做一个越来越无公平嘅世界。啊，这并毋是讲用五六百年渐渐变安尼，毋是，而是即四五十年，尤其最近即二三十年。 更加明显，好牙人是好牙，较惊死人；啊，善的人是真正连中道顿都无通食，学校嘅营养午餐嘅钱伊都无通交，变作是安尼。啊，认真拍拼，虽然安怎拼、啊、安怎拼、啊，伊也无多通出头，因为社会无互伊机会。规个世界惊到今仔日，我想即个世界真正需要一个救赎，需要上帝嘅审判。 所以今日经文讲是阿东诶时代，阿东诶第七代诶孙哦。这短第人类七代人哦，第七代诶孙哦，已经人类所做诶代志，上帝眼中看已经拢乱来啦，拢乱七八糟啊。所以古约圣经特别记载，讲这人叫做以诺，讲伊甲上帝同行，与神同行，就是伊是难得伫迄个乱世诶中间。 伊是有保持伊诶心诶清气，伊诶正直，吼、哦，伊有坚持真理，伊有坚持过一个对诶生活，所以上帝该做伙，啊，所以讲，即种人，伊看到身躯边诶人做足些歹代志诶时阵，伊无受因影响，因为伊有讲一句话，伊讲将来有一日，上帝一定会带领，所有即个天财来到世间。 然后呢，要来审判全人类，所以这种嘅假事审判，毋是咱今麦再来讲，这是创世嘅时阵、啊，阿东嘅第七代子孙都已经提出这个观念，讲将来有一日，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观念吼，你一定爱相信啦，因为你若毋相信哦，你若毋相信，有一个神，有一个绝对公平嘅审判吼。 你即马逐工诶日子吼，敢那看新闻、看报纸，敢那看你身边发生诶代志吼，即个代志吼，你敢若气，你就气死去啊！哦，好人狂欺负，哦，啊，即个歹人吼，我敢若资源、颠倒拢互因退去，你会真不服哦。啊，气甲死哦，社会嘛抑个无改变啊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足困难诶代志，爱靠信用来度过。要分一个，等下咧，有人继续过来。 欢迎登来《老三》诶节目，今仔甲大家谈诶一个重点，著、就是咧讲，人必须爱相信心话，你家己在做诶时阵吼，则袂乱来。而且呢，更较要紧是，你看着别人乱来诶时阵，你则袂受影响。啊，无咱人是安啊变叛，你知？无、啊？爱做歹代志，也无安怎啦，对无咱著毋惊咧，哦，有样著学样啊，做即个社会著渐渐败坏去啊。 所以上帝讲，一定爱有审判，早晚著是拢爱有审判。所以有审判诶时阵，咱家己即也知影什么是对，什么是毋对。啊，上帝要审判什么呢？两项今仔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审判两项第一项咱讲诶话。啊，即句话毋是伫一位讲尔。圣经足济所在拢有讲，讲咱即马讲诶每一句话，将来吼，拢受审判。圣经著是安尼讲，你著要安尼相信。 无任何一句话是毋免接受检验，任何讲一句话，上帝拢审判。所以圣经吼一直强调讲话、讲话、讲话爱注意啊。所以将来审判时，阵，你知影啥物人压力上大？你知无？啊，我，为虾物我上厚话啊，我逐天咧也咧讲古啊，我讲话讲上侪啊。 我做无事，我讲话讲上差上差啦。阿圣经讲啥呢？圣经讲吼，多言多语难免会毋對吼、哦。啊真简单嘛，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嘛。啊你做遮嘢一定結拢会會毋對啊？吼、哦，啊有人讲，诶、欸，阿、啊、人说你都莫讲着好啊咧？吼、哦，唔使講冇正原就是讲，我拢莫做代志，我諗毋對唔用嘛。安、啊、尼是国家请你要创啥？ 对不？咱袂当因为惊我做唔到，我都唔做，这真要跟你完结。我明明知影讲，我会做唔到，但是为着进步，我愿意来冒迄个险，我愿意来承担迄个代价，我愿意，所以我愿意来做，哦，我甘愿我来做。虽然我明明知影讲，我逐天在咧讲，逐天在咧讲，我做这个空过。 是讲足些话，将来足些审判，这我拢知。但是我感觉咱人未当因为审判，咱着多撇咱的责任啊。所以该讲嘛是讲，咱讲毋着，咱家己爱定定检讨，爱会用认罪，爱会用悔改，爱会用承认家己的错误着对啦。所以咱足要紧诶代志啊，足要紧足要紧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足要紧足要紧。 就是讲，承认讲我讲话听听讲毋对，啊，啊咱人毋是安尼，啊你若讲安尼，我讲你未使哦，啊你讲话咁未听，啊未听你莫听啊，咱啲讲话著是安尼，咱讲话拢咧冤家。啊咱啲讲话拢咧发习咱诶情绪，咱啲讲话拢敢若咧结手榴弹，哦，拢安尼结过，咱结鬼佫结倒邓来，人平拢嘣嘣嘣嘣嘣安尼，家庭吼，敢若战场共款啊。是安尼。讲话，咱诶讲话。 这个世间，谁那是罪恶？讲话拢恶白讲，政治人物讲话无负责任，有有权势系人讲话无负责任，一般老百姓讲话拢恶白讲，做生理的人，人讲生理嘴好累累，讲生即、这个做生理的人讲话无负责任。讲，我这通过检验标准，你食即粒绝对无问题。结果咧，结果验出来一大堆问题啊！ 咱即几年诶食品诶问题，是在可能惊到，讲啊，咱做细汉食较大汉诶呢，啊，原来内底诶成分一直拢有问题哦，咱拢毋知,知啊，消费者拢毋知啊，因为消费者拢足无用诶啊，你袂去研究啊，啊，咱就拜托国家甲咱把关啊，吼、哦，咱是拜托国家甲咱检验啊，啊，无咱是咧纳税咧十三岁，咱就毋问国家卫生署伊诶检查好势啊，啊，结果嘛无啊，空气污染，那嘛是叫咱诶。 国家的单位、政府的单位，著、就是爱叫爱改善啊！啊，袂当你的空气污染着我啊！你排出来水污染着我啊！结果政府也无讲真负责任啊。所以你看到讲咱规个社会会乱糟糟，著、就是咱拢用讲话啦啊啊，拢、啊、用骗的啦，讲这偌好偌好，实际上毋是安尼嘛。所以圣经讲哦，讲将来上帝来时，阵祂一个伊是要审判咱讲的话，因为咱著、就是。 无认真讲话，咱无谨心的讲话，咱讲话无负责任。地到即马即个时代，遮尔啊混乱，著是咱的讲话毋对。爸母讲话伤害囡仔，害囡仔受到伤害，害囡仔自尊心无健康。啊，囡仔讲话伤害爸母，害爸母为你付出遮节，结果爸母伫下咧堆心肝，人甲人拢互相在伤害。哦，朋友之间有当啊讲话，嘛，拢无实在。 拢甲你讲，啊！你偌好偌好偌好，拢甲你讲好听诶话，毋肯甲你讲真实诶话。无怪即个社会今仔日变安尼，一切问题，头一项出伫咱诶讲话，因为话是对咱诶思想、对咱诶头脑所讲出来。所以当咱人黑白讲话，代表你黑白想，代表你不一样想。哦，垃圾想，所以垃圾讲；黑白想，所以黑白讲。所以上帝讲，这是足大诶问题。 将来上帝审判，就先对咱的讲话就来开始啊！所以咱先经教驶讲咱也要讲话吼，要开喙，要讲话吼，尽量讲啥咪话，咱尽量拢来讲造就人的话，吼，讲造就人的话，无代无时阵毋通随便开喙。有一对仔某去河边咧钓鱼，因公吼，就是因因太太吼，想杂念啊啦，作叉啦。 所以，因翁落去啊钓鱼啊，因为钓鱼诶时阵候，心会当安静伫遐咧等，吼、哦，较专心。啊，问题因太在边、哦、啊，搁一直滴一直滴，吼，但边啊无聊，安尼时时滴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啦。想著啥罗讲啥，想著啥罗讲啥，即翁当边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因为话拢互咧讲了去啊，无想要讲啊。诶诶诶诶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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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吼，抓起尾鱼啊，钓、啊啊啊啊啊哦、起来钓钓起尾鱼、嗯、哦，吼，因翁足欢喜啊，因太来讲啊，只啊鱼啊吼，有够可怜啊。 啊，你讲啊，因翁吊吊，因某也袂念啦。念讲一下，鱼也足可怜诶，吼伊翁有啥讲句话，讲，啊，即些鱼、哦、啊，卖开喙，就袂足可怜啊。啊，你听有无吼？鱼啊，啥那叫啥那叫吊吊，就是开喙嘛。吼、哦、开喙，因翁就讲，啊，都不要张口就没事嘛，点点都无代志啊嘛。吼、哦，所以你讲话，你知道，咱的嘴吼，咱足歹讲者啊，圣经嘛是安尼甲咱讲。 进攻我的你看這那个嘴技，另外，这世界，他只一点只在那里啊。人讲三寸不烂之舌，迄他嘴技只一些尔吼。但是吼，是罪恶的源头啦。一切歹代志吼，拢是对咱讲话，对咱的喙技，着对遮开始啊。讲咱人吼，无法度控制咱的喙技。伊讲这喙技吼，你若当控制吼，安尼吼，即个人生吼，着一定是足好势、足丰富呀。 所以你若通控制你讲嘅话吼，你人生就无啥问题啊。所以上帝头一个是审判咱诶公位啦，啊，第二个当然就是审判咱所做诶代志啦。哦，无应该去毋通去，无应该讲毋通讲，啊，无应该做毋通做，无应该食毋通食。哦，该困、哦、就爱去困，该食就爱食，该啉著爱啉。所以咱人做代志，将来会受上帝审判。上帝讲所有你所做诶，吼。 我们都录影存证啊，拢有录影，上帝将来放互你看，拢总走未去，绝对互你走未去啊。所以咱人爱的吉利吼，上帝拢有咧看，上帝呢拢会审判。吼、哦，做些人做歹代志，就是无人知，结果警察去调即个监视器，吼、哦，结果一个看，甚物人做，诶，看甲一清二楚，你拢莫过赖啦。如果连世间都会当抓到咱犯诶罪。 何况是上帝的，相、哦、信审判，相信审判，你的心才会安定。相信审判，咱家己比较开明去做派。后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 毋通做上帝的敌、嗯嗯嗯、人，嗯。有影我甲你讲，毋呐毋通做上帝敌人，嗯。即个世间哦，有诶人哦，会用诶卖做朋友，弟弟嗯、啊，毋过绝对唔用做伊的敌人，世界足歹看。哼。敢若尼讲伊家己？是无啦，我是讲，迄阿雀啊，迄唔用得识伊哦，我若得识伊哦，哎呦，规砖头甲我讲了了。 敢会听诶、欸！啊，讲到哦，你根本拢无朋友啊，够正严重！哎呦，你拢毋知哦、喔，其实我做伊的朋友我足辛苦，我著是因为毋敢做伊的敌人，所以我咧做家呢做，我感觉做上帝敌人，啊，佮不如做迄、那个阿叔啊，卖甲伊做敌人，啊，佮较好,好。哦，敌视<这>上帝啊，佮袂佮敌视伊啦。这死毋咯，对啦。对啊。我哦，啊，这话是怎物解释安尼啊？我著佮伊讲。 我除了我以外，哦、你唔通去交其他的朋友啊？啊？因为遐其他的朋友都未到阵的，无个半个。嗯，啊，你哪安尼讲讲啊？嗯啊，本来就是啊，啊你那朋友都唔是好个朋友啊。啊啊，你哪知伊个朋友是唔是好个朋友咧？啊、看身材嘛，知。啊？看他么身材？哎、啊，伊个朋友身材都比我比较高啊。哦、你讲迄比我比较高个是唔是会有压力？你看，你看我。 你安尼甲我看，<好 S 1> 我看伊安尼看、哦是是，啊，伊是毋是足无压力个？啊，这种讲话是甚么人爸会当接受啦？啊、哎呦，啊、你来徛在阿桌下啊，替伊讲话啊，气死人！我欲来甲贵社区讲，我不可跟你做朋友啦！你这朋友哦、喔，若跟你交了，拢朋友